要刨的是吧？刨坑是有分儿，是跟老师罚他叫他刨的。哎，那学生肯定要都知道。今晚是上体育课，跑操嘞，跑着跑着咋晕倒了？那天捡一个120车给他拿走了。啊，120过来拿走了。我第二天，我把他叫起来上学，他还起来。我去上班走了，他在家洗脸。起来上学好好的，10点多都没了。头一天晚上星期一那天，他说妈，他说老师，我跑够八圈了，他硬说我没跑够，站蹲站100个。他说你叫我爸给他打个电话请下假，行吗？我儿子比较胖一点。我说老师让你跑步，正在上学不好意思打。我说你锻炼一下吧，谁能想到他第二天就没了。当天昨天我过去到学校，一天一天我儿子在医院里停住，我去找到校长，他校长怎么说？他说你要官司我给你打官司，你孩子不是我杀死的，不是我害死的，张口都要打人。我说不是你杀死的，我也没说你杀死，我只有给你说个，你给我儿子个交代，是不是？我找到班主任，班主任从来都不在，他那班里老师没有跟我见面。最后我到了班里面，他同学都哭了，同学都不敢说。赵老师是不是经常那个体罚学生，让想多跑步呀？嗯。是不是？嗯。就是跑不下来，就是多跑几圈。有的现象没？有的去晚了罚几圈，然后去跑慢了也罚几圈。罚圈还罚啥？还罚那个蹲起。蹲我起。你被罚过没？我罚过跑圈。啥都不知道就知道哭啊！孩子没了，孩子是我的希望。孩子没了，我啥也不知道了，我就知道哭。